号日前重磅加盟高雄钢铁人篮球队，成为台湾篮坛讨论焦点，不少球迷也纷纷到场一睹林书豪的精湛球艺。而林书豪隶属的球队目前面临着只要再输一场球就会无缘季后赛的压力。在最新一场的比赛中，林书豪前 NBA 队友魔兽也特别现身篮球场，林书豪也特别在开打前特别走向场边和他致意，两人还互相拥抱并在场上寒暄几句。这张世纪合体的画面曝光后也瞬间成为网络讨论焦点，不少球迷纷纷感动直呼没想到在有生之年一次在台湾看到两人，让不少粉丝敲碗两人来一场一对一斗牛，感觉会精彩到不行啊。